但也因为那个三分球投进，所以最后差三分，篮底下滴滴 Davis 把球给补进。Davis 还是每次是一个尊称，辈分的尊称，无关年纪。啊，这边看到滴滴投进，也是去年就加入台钢猎鹰的队长钱维娟，钱维娟前姐啊，另外还有就是秘书长张树仁，树仁哥都有来到现场。这球被云豹守下来，威廉斯21-18差三分，这个球，没事。他们没有发了哦。对，等一下会不会又是古毛？但是他马上用他的一个超级的五颗三分球，成为收球，再给到 Davis， 今天第二次的尝试就有了。那我们知道说，故意的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。打迪又来了，今天第二个三分球，将比赛外线三投二中。篮底下胡凯翔抓到防守篮板，直接传到前面，前面这个球又是德古拉，那换到上个赛季的火锅王，一边送你一次 S， 做一个阿里的配合，但是篮底下 Davis 先放枪，刷了一个进攻篮板，投二中一个进攻篮板，威廉斯，哇，这个地板球给的相当隐蔽。两个洋将的配合，哇，角度给的相当的小哦，一点点的。89-72，布朗切进去，切进去，被火锅王盖掉。大滴的火锅。196，古毛。哇，这个球给的非常的漂亮，但是胡凯翔被删掉。实在是，这就是身材球、啊，不是人开的。发球只有4-4的命中率，古毛偷跑。哇，被定板。所以大滴他的这个防守态度，我觉得还蛮值得赞许。